来 ，boom， 哇，10万啊！36000，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黄，这边节点一，我用停云抓两个秘技，等下可以直接开大，可以看这一个敌人这边最左边是量子弱点，所以我清确来击破比较好，又是他的量子弱点比较多里面的敌人，好，直接开大，给我的主 C 充能增伤，再给主 C 来个增伤，给停云充能。好，打中间的普攻，给大家一个小护盾，保护一下大家。仇恨值拉到火主的身上。好，不求人摸到了。死吧！好，普攻。好，他会召唤人。火主来一个普攻。打我，打我，不怕不怕。普攻。好，到青雀。见机就行事。一、二，好，两次，直接开大这边我。来 ，boom！ 哇，10万啊，两次都可以打10万了。再见，29回合。抓住他们，再来一局。到这边。这边可以看到最左边是物理弱点，我这边没有物理，所以我用量子吧。听云一样抓大招出来先，我直接给两个，我怕没有。这边战绩点，这边秘技点很多，所以我火主拉一个吧。然后这边直接进，一样我的青雀不抓秘技，因为我要靠他叠那个层数，我怕人家你抓秘技哦，他很容易会糊，你就没有机会抓战绩点，就有点浪费。啊、火主直接开大了，让大家来一个小护盾，然后三月起也开大，看可以冻结他们没有。好，谢谢你帮我开启大招，武功，武功。哎呀，有三个，有点危险呢，很快会糊啊！好，直接糊啊，我直接开大吧，战绩点很多。拜托，其实是不想这么快糊，因为战绩点留这么多啊，这么快糊，我的增伤就没有掉了。最理想是抓到不求人跟可以摸四次牌，这是最理想的状况。所以就是说，青春这个角色很看运气。打不好的话可以重开、啊、如果追求要满星的朋友，这边我觉得我让给量子击破吧。来，一，好，直接磨到了，下来，量子纠缠，一举拿下吧。普攻，豪放无声，你再打，开大看可以冻结吗？哎，冻结了。好，这边我觉得我战绩点很多用而已。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齐桥备战。普攻。算你们运气不好。普攻。来，五个战绩点了。一。摸到了。普攻，大招再见。让我摸个鱼吧。不拖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到商博那边的队伍了。好，到我这个持续伤害队伍，最多是冰落点，从左边看过去。好，一样商博，来一个秘技佩拉，秘技减防。好，两个进入冻结状态。现在才开始。上个猎伤。我商博一向。战绩。战绩。很容易弄死全部敌人的，因为我的这一个上波呢，大招是群体伤害，而且又会上风化，只要你风化上的多的话，猪猪自然就会死，再不死走第二回合他还是会死，所以不用特地去打那个猪。好，这边我打普攻吧，因为我已经有猎伤挂上去了。好，直接给他挂一伤。
战绩，大招！你在期待些什么？先让我背叛顾客，除非你加钱。好看自己会死。开始进入支援。战绩。蒲公。这又开大了。看一下有没有猎伤。 有，所以我可以打蒲公。战机，战机，减防还在不在？我看一下先。减防没有了，所以我可以开大。敌方数据收集完，声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蒲公，好，这边我们身上这边没有点数，两个点才打蒲公才可以引爆。 所以我在打战绩了，战绩大招。你在期待些什么？先让我背叛顾客，除非你加钱。好，十，十。侦察到敌方目标。蒲公，战绩，蒲公。准备打针了。蒲公。打鱼而已。蒲公。我方博一向。哎，应该打战绩，没有关系了。战绩。 好，死结束。到杰哥，最多是物理，所以这边策略我要换一下，我用卢卡吧。卢卡，秘籍，这样我可以经常拿到两层。好，这可以开大了这边。上一上。 这边我战绩，又有生意了。战绩，佩拉这边可以打一个战绩，大招减防。下一次就可以引爆蒲公，开大增加持续伤害。先让我背叛顾客，除非你加钱。 好，来一个普攻，他身上有猎伤，有异伤，又有持续伤害增伤，又减防了。来看一下多痛，36000。战绩，开始进入支援。战绩，好，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死了。一拳分胜负。来，我看一下，两个点，身上两个猎伤。 好的，混沌三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多多关注我这个频道吧。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